国人居然不敢表达意见，这情况只能唯命是从。我的前辈跟我说，你去厕所里面，你跟那个镜子剪刀石头布，赢的话就回来，6个小时一直剪刀石头布。天哪！在伊拉克的时候，很多女生就是被你换了，他们自己不知道。男生长辈讲的就是，你带回去的女朋友很辣，然后爸爸说这个我要娶。这个真的发生过，是不是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